下那个红线就上去了，就一直录着呗。鱼是真的丑，嘴张那么大。
啥石斑鱼，石斑鱼吗？是石斑鱼吗？我不知道。哦，好恶心呀！这咋放大来着？按两下这个。好丑呀！哇！这个好奇怪，这没像。这个鱼看着很好吃的样子。哦。这个鱼是臭的油的。哦。这个跟多宝鱼好像是多宝鱼吗？不知道。这里边有三种鱼。这鱼肚子好大呀，这怀了吗？这个应该没有吧，可能刚才吃完了。哦，说完了。只有这一个呀，好像。这钳子都畸形了吧？你看。是吧？这是长成这样的。不知道。好像是只有那一个啊，这还有。是蓝的，这肯定好吃。这个是蓝色的耶，还行啊，凑合能看。嗯，这有帝王蟹。都是好吃的，嘿嘿，是不是帝王蟹这儿？哦，不是，这是大虾。哦，好小呀、啊。这不是帝王蟹吧？是吧？那它那个 king crab 是哪？这上头有一个，它那个假叶子上。好小。你这屏幕也好小。嗯，是插手机的，但是插的手机就很难用。还有大虾虾，都是好吃的，嘿嘿嘿，盐焗。这啥虾？好大！那就是我那个虾的放大版。你哪个虾？我的那个，和田。哦，大和枣虾。嗯，是挺像。这还有，这是个面包。搓背背。这是个面包蟹。虾在搓背背。哪个虾？
哪？没看见？那树叶底下看见吗？我在那挠背呢。哦，看见了。放大不了。面包蟹。嗯。这啥呀？这是啥呀？对啊，长得好像虾虎。嗯，这应该是雕，雕的。这里面主要是珊瑚，这里面。这也没啥珊瑚。你看这个玻璃，嗯，都老贵了。我想看帝王蟹。这是章鱼。每次都见不着章鱼。嗯。每次都见不着这个章鱼。这次是我见过的，这次没见过。你当时跑哪儿了？嗯。哦，这是那个羽毛笔。我只看到了虾啊，那也有一条，那是虾，看见没？没。虾在树下，这在这儿。哦，看到了。这出来的。在这一块儿呢。新换了，那啥鱼有气泡的，对，好丑啊这个鱼。让我自己推荐。哎，我看它冲着你的手来了。嗯。说刚才怎么那么小？吓我一跳，可以啊，吓我一跳，打痒啊，不知道，这个还喝不出来。在这儿呢。哦，
ほら。嗯，気持ち悪い。好恶心，走吧。
你说这个剁手两只，那脚脚那还有只呢，三只。那脚脚有两只。你说这一只得多少钱？放枪了吗？就是一个碎碎的话就呗。那没有那么贵，我感觉。在这儿喂过饭。
要站起来。What's the difference? 鱿鱼。
凉快。是。哪里来的一股凉风？好多鲨鱼啊。Thank you.
抓拍，叉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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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鲨鱼可喜欢从这个洞上头游过去了。哇，那上头还趴了一只。你去水族店也没有鲨鱼呗？有，但养不下。只有一枚道人。有鲨鱼。成吉思汗鲨有。它有大鲨鱼，它还得进水柜上岸。养鲨鱼的设备你得花好几万。但不是没有，咱养不起。咱家那白化彩虹鲨就可以了。鱼缸差不多够下养一条。这是前面那个大的吧？对。好喜欢趴到这个顶上呀。从这儿看，这个缸好小呀。本身也不大，那个粗玻璃嘛。那个好像叫 zebra shark， 特别好看。那边那个好看 ，sorry。哪边？光头人。好，出去吧。刚才说着碰到小孩捅了。哦。水吗？呀，这没有那个可以摸的海猴子了。
叫 Nemo。 嗯，我看看见在图书馆看，在九龙就看了，是吧？九龙已经没了。哎，我好累啊！他这边挂这么多都是那个海的。嗯。水草，一淡水鱼比较少。尼莫，尼莫。视力贼好，你那个大的批就是批啪粉放大版就很丑，色色。变慢。放电的意思吗？那边可以感觉它的电。嗯。那试一下。那。你要感觉一下。Feel the air。还行。因为它现在没有放电。有电。嗯，算了，我不敢了。哦，就是它放电的时候会吸过来。哦，真的呀，这个电灯有一闪一闪。嗯。那它脾气还挺暴。好多呀！斑马贼难养，是有大个的，但那个是 baby， 觉得它挺……哎，这个鱼，这个鱼还挺神奇长的。不过这个摇这个好大呀，是因为这个圆圆照着的原因。是，那应该实际没这么大。他们游的还挺快。嗯。鳄鱼好可爱。嗯。这啥呀？哦，也是海马，那个像海草一样的海马，在这底下。像一颗海草，海草。哦。那这是。鱼，鱼儿吃粉。
的就是老李的那个。他这个应该不是 Africa 的。在哪儿？这是哪儿？这边的大。Africa 的那个会小一些。老李养的那个是 Africa。对。一般在水下。没见着呀、啊。他之前有养别的鱼。就在池子里。没见着你那跳跳鱼。嗯，我也没见着。他应该就在哪儿，但是你看。在那个后面。是。那就不看了。赢。这啥？你那一脚没有呀？哦，在那儿，在那个沙子里。这有一个在边边。一个坐骑。还挺多，有四五个呢。新开的。嗯。这不是他这个鱼啊。他会不停的这个 Rainbow Dash。我看到这包了。哪？这透明。它不是老板。你看错了。这感觉好像咱家那个斑点点长长了、长大了之后的样子。这是新的吧？这边有吗？没，好像没。你要钻进去吗？我钻进去，算了，让小孩钻进去。这是啥呀？哦，在那个石头缝里，在那个壳子里头呢，好像是个小东西。哦，是哦。嗯。不是，这是啥呀？这个里边，哦，这是小乌贼。嗯，好小。好可爱呀，好小一丢丢。嗯。这个壶那里头有啥？啊，这是那个什么什么鳖，那个洞穴里头那个。嗯，就那个可以提炼那个啥的，就水里面可以提炼那个一个特别贵的东西。那个叫啥？不是，那个是海猴子，蓝血。那个是那个，就是那个那。这里头是啥呀？火在这儿呢。哎，他在睡觉，他好像眼睛还是闭着的。哎呦，他眼睛还是闭着的，好像。这是啥？鱼吧。这还有。这还有呢。我知道呀。怪恶心的呢。没有那个吃手熟的虾了。罗汉鱼。
啥叫罗汉鱼？长得很像。长得像啥？花罗汉？一点也不像，好吧？花罗汉的头那么大。今年。丑死了。真的会咬人的鱼。哦，就是那个啥，食人鱼。这是，这也是那个鳐。这个鳐呗。你的那个是白的，人家这是黑的。白的那个贵。白的那个是属于稀有品种。嗯，很好，好，稀有。三台不是稀有。你喝吗？这可乐都快没有了，可以拿去。你喝吗？能喝了。
抖音上的嘉哥什么什么。我咋记得水母是最深？不是，水母就是这儿。哇，这个有点牛。有点困难。这个灯挺贵的，这个灯一盏就是1000。它叫 upside down 水母。看到。不，我光顾着看那个灯。这些水母都不用打那些乱七八糟的灯，荧光灯。而且这个水母拍得可清楚。对啊。那个水母好像叫灯塔水母还是啥？嗯。我给你看。我操！我以为我们医院的温迪模型已经够黑的了，没想到这边的更黑。好的，那一瓶饮料8块。这是今天。这里面没信号。这就有号。前面好像到水族馆的过滤系统。哦。他们里面看着是新的系统，换成旧系统。哦。都换了过滤球。鱼了，拿着鲨鱼卵。这有两个，里边好像还没东西。会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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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甚至还躲远了一些。
快来快来，为啥都不过来？因为我在看，我想去拍那个啥。我的手太干净了，太干净了，他吃饱了。不不不，他要来了来了来了。他来了吗？他刚才快要来了呀。你要把，他说你要把手放得非常的稳，他才会来。我要坚持不懈。快看，他来了。一过他就不来了。Oh, come on.不要害怕嘛。哦，他来了。It's all reverse touching. They touch you. Oh. 啊，来了来了。嘿嘿。好痒，好痒，跟咱家鱼比，咱家鱼痒一些，咱家的那个虾贼疼。反正被他吃过了，反正被他吃过了，满足，反正被他挨着了。就是那个鳐鱼啊，你可以摸它。嗯，看到了，他们会游到那边去，然后你可以摸它，但是大的不能摸，好像。这都是大的，只能摸那个小的。小的会找你吗？应该会吧，我原来是会的。去那边。没有。到这儿来。啊！他上来了，他上来了。我摸到了，我摸到他的翅膀了，你看，你看。哎呀，他为啥张嘴？我怕他咬我。你敢摸吗？我抓着你摸。你就把手伸下去，他就会自己过来找你。嗯。等你等那个小的游上来，游到这边来，他就会过来找你。哦，他们游过来了，游过来了。小心他咬你啊！哦，好软。哎。哦，好滑。是不是？对。你吃中了吗？嗯，吃完了，就剩一点点了。有点像那个蘑菇的那个表面，我这个。
なんで来ないの？お、びっくりした。超でかい。お、那个那么大的来了。吓死我了。嗯，够不着。摸着了，在你摸之前我摸着，你走了之后就没摸着了。这个不能摸，只能摸那个小的。一会儿手伸着了，它一会儿就能摸了。就这样吧，反正我摸到了。跪倒那跪的我肚子好难受。那个大鱼缸上面，它底下有块透明玻璃给上上了。是吗？他们有人在这儿摸呢。有啊，那不。你看这个。哎。你咋？不知道，我不敢。感觉这个太大了，你要摸一下吗？哎，人家不喜欢你。他又来了，他又来了。嗯，他是不是觉得你手里有东西要喂给他吃？他是不是觉得我的 pocket 是他的虫？嘿嘿嘿，好可爱呀！但我不敢摸，太大了。哪个？没看见，没看见。在墙壁上。看见没？哦，看到了。宝宝在那儿看到。哦，看到了。宝宝去那边。到了，这个鱼好大呀！这个就是那个隧道。嗯，还是套上吧，我怕一不小心把掉水里。你得咬死我。Oh my God.
我就记得他这儿有好多鲨鱼呀、啊。没有。嗯，我看了。Seahorses。我不要。鲨鱼呀。有没有那种这种是在外面？我只能是发现，我只发现，我发现你。Personne n'a cette métier. Moi, je suis personne non plus. Ça. Eh, c'est une com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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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ne呀，这尼莫的啥？尼莫的冰箱贴。你看这个。嚯！这尼莫的啥？这个彩件吧。嗯，好像不知道。哎，有这个呀，没有见着这个。但这个不能翻。嗯。这是个普通的。但没有见着这个呀。但是没有的。它并没有啊。没有啊。嗯。哎，鲨鱼灯，快看！不要。蒸汽朋克的那种感觉，这齿轮呀什么的，没有。我妈出去了。